东西哎、欸，我怎么能够？你们有拿东西吗？因为我都这么冷的时候，他们在干嘛？注意你讲话哦。你注意一问一句，我是疑问，你注意啊。我只是在疑问啊。疑问什么？他提出疑问也有问题，要不要把他带走？不能有疑问吗？你说疑问什么？你疑问我没有拿东西，这是什么疑问？这是什么疑问？我有加吗？我们是维持秩序好不好？我看不到吗？你看不到吗？他不知道场面站着是这样的，但他要出来解决问题啊。消保官已经介入了，消保官已经介入了，有什么处分，消保官会处理好不好？你们在这边不能解决事情好不好？消保官已经在处理了，好不好？人不可能跟你们一个人在做解释，好不好？消保官是公权力，我们的一天一夜谁来负责？消保官介入处理了，不然你想要怎么处理？昨天怎么处理的？他们想要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他们？为什么？他们想要怎么处理？已经公告了，好不好？这不叫处理，这叫敷衍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是不要起哄，就是不要起哄。现在在对话，没有起哄，我们在理性的对话。